还来吗？啊，再来！得了，快走吧，快回去吧。张老板，借点银子给我。银子？我自己也输光了。你借给我了？没有了。快走吧，明天再来吧。快走走走走吧。要走你走。再来。哼。本钱呢？我还有。还有什么？ 我有老婆，他老婆挺漂亮的，行啊行，哦，给你做二房，怎么样？什么价？500两，500两，合算合算了。 你也不怕亏待你老婆，啊？我给你做个价，1000两纹银。好，来，赌老婆，哎，赌老婆，哎，赌老婆，哎，我赌老婆，大和尚啊。 请你帮个忙啊！帮个忙？什么忙？空口无凭，例句为证。嗯，对，来，请你给我们立个字据。好说好说。这个可有那个润笔费？当然有，当然有。好好，如此，和尚写来。立个字据。 你与老婆不亲？老婆亲不如这个亲。那你不爱你老婆？哎呀，白搭！我已倾家荡产，老婆跟着我受苦。如果我家老婆命大福大，今天还能赢她1000两银。啊。 好，好，好，既然是两厢情愿，如此和尚写来。娘子抵作1000两银，啊，例句为凭证。不，输妻不输银。嗯嗯，输银。 不输妻，你。 我姓施，叫五六，施五六，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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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六，嗯，拿，啊，哎，拿来，啊，有有，哦。
如此，和尚不客气了。哎啊、你的，我哎，他一份你一份，一份也不能少啊。拿来。我以身无分文，行个方便吧。你有钱？嗯、没有啊。No。好吧，拿来。拿去。还是没罗汉钱呢啊！罗汉钱。来，来。哎，慢着。哎，我和尚也算一份儿啊，要是赢了呢，赢他个1500两；要是输了呢，你输妻子，我输银。这个不能说。啊，好好不说。你赢我赢他也赢，大家都赢，反正得有个数的。你又说了你。不说不说了啊，来来来，你先来。不，你先来。先来就先来。好，我先来。子保佑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王母娘娘显神灵，娘子保佑，赢他1000两银。石大哥，石大哥，看在往日的交情上，你把娘子还给我，我欠你1000两，日后一定奉还。有言在先，字据为证。石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等我先吃饱肚子，饭后来拿你的娘子，请吧。石大哥，走走走，石大哥，走走走走走，啰嗦什么？走走走走。走吧，这件衣服送给你了。走，走，师大哥，哎哎，师大哥，娘子，饭后要来拿我的娘子，饭后要来拿我的娘子。饭后来拿娘子，这话不通啊！你娘子她又不是东西，怎么能说拿呢？不通不通不通！去去去！哎，你这和尚，我输娘子和你有关呢？你输娘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你输输输，说了不吉利的话，我才输了娘子啊！你还会诈人呢你！好好好，多说多错，不说不错，以后我不说。哎，师傅师傅，求师傅帮帮我的忙吧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哎，师傅，我回去怎么向我的娘子交代？求师傅去向我的娘子
说个明白。啊，还让我说？求师傅去说说吧。好，那我就去说说去。好。娘子，师父来了。不知师父驾到，待妾身煮茶去。娘子，我来，我来。师父有话要对你说。哦。不知师父有何指教？啊，女施主，你丈夫他对你好不好？妻不言，夫之过，妾身无以奉告。你日夜在家中刺绣，哎，圆不圆呐？命里注定，圆也无用。嗨，女菩萨，你贤惠得过头了。去把他捆起来。哎呀，莫非我家夫君得罪了师父？哎，他把你们家的房屋都输光了，该不该捆呢？事过境迁，不提也罢了。嗨，你们家的田产都让他输了，你该斩他的手啊。妾身日夜祈祷，但愿菩萨保佑他改邪归正。哎呀，菩萨，谁是菩萨？你是菩萨呀！哎，该说的不说，该骂的不骂，这后患无穷啊！这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打吧，你打吧，你打我几下，出出心头的气吧。夫君，莫非你又去赌了？手痒难熬啊。你又输了。这回输的可是无价之宝啊。师父取笑了，家中四壁皆空，哪有什么无价之宝啊？你就是无价之宝啊！娘子，我把你给输掉了。啊，我对不住你呀，我对不住你呀。和尚肋骨让你给撞断了。哎呀，哎，娘子，娘子，你不能死啊，你不能死啊。姚二山，放开我。姚二山，我来拿你的娘子。不不，你们不能，你们不能啊。哎呦，娘子，去死。走走走，十五六，输人不输身，你不能碰我的娘子。等你有了银子，再来赎回你的娘子。娘子，娘子，我对不住你呀。哎呀，身为堂堂七尺男儿，却将自己的妻子拱手送人，你还有什么脸在世上活着？哎，这软是绳，硬是刀，圆的是井，长的是河。啊，徐
选一样吧。啊，不，我不死，我要赎回娘子。好，好，可是这个赎娘子她要银子，银子呢？银啊，银子，想抢？不不不，想偷？不不。哈哈哈哈哈！依我和尚之见呢，你还是去借。借？怎么样啊？师傅，求你啊！嗨，你求我干什么？我又没钱。向我岳父去借。让我去跟你岳父借？帮我去借。帮你去借。真是多管闲事多吃屁。不管闲事呢又没游戏。走吧。好好好。大师傅啊，我家员外有请。啊，请了请了。姑爷请留步。我是你家姑爷，为何挡道？员外吩咐请姑爷走那边。啊，这这是个狗洞，是人走的吗？我不钻。我说你要不钻可就见不着你老丈人，见不着你老丈人你就借不到银子，你拿什么赎娘子啊？他分明是骂我狗性难改，哪儿还有一点翁婿之情啊。你不钻？我不钻。好，不钻我走了啊。师傅，我钻，我钻。师傅啊，洞太小，钻不过去呀。哎，如此看来你不如狗。什么？我不如狗？狗能看家护院保护家产，你能吗？我把家产都输光了。狗对主人忠心耿耿啊，你呢？我，你娘子靠刺绣养活你，你对你娘子忠不忠啊？啊？我连狗都不如啊！这就对了。那小。小，进去吧。请。师傅请。啊，请了，请了。姑爷请。是只猫食盆，是猫吃剩下来的。我是堂堂正正的姑爷，欺人太甚了。给你吃那就已经抬举你了啊。呵，你和他无亲无故，吃的是白木耳，我不吃。好，那我跟你换。好。又是只猫食盆呐。你那只手是只毒手，毒手是只美手，捧了金饭碗也会变成猫食盆的。
岳父大人，小婿有礼了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不知师父光临寒舍，有何指教？这个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啊，请讲。啊，请讲。师父啊，他不愿意理我啊，你替我讲吧。哎，我替你讲什么？就说我要做一件大买卖，啊、缺少本钱前来借银。老员外，他说他要做笔大买卖，缺少本钱，前来借银。要借多少啊？要借多少啊？不多不多，1000两。不多不多，1000两。1000两。1000两。不多不多。哎，好说，好说啊。来啊，在，拿1000两银子来。是。多谢师父。慢，慢。师父啊，啊，借银子要先写字据。对对对，借银子要先写字据。对，对，应该先写字据。师父啊，啊，我说，他写。他说你写啊。是，他说我写。老员外，请讲。休了我的女儿。休了我的女儿。好，休了我的女儿。老员外，哎呀，不对，我是说休了他的娘子。休了他的娘子。师父，他的娘子就是我的岳母啊。对，莫非老岳父要休了老岳母不成？哎呀，嗨，你管他要休谁呢？让你写你就写嘛。好，休了他的娘子啊。老员外，嗨，岂有此理！哎，师父啊，我是说让他休了他的女儿，我的娘子。这你看把我也搞糊涂了。我是说让他，师父，你明白了吗？我这个呢，我明白了。你的女儿乃是他的娘子，他的娘子乃是你的女儿。休了你的女儿就是休了他的娘子，休了他的娘子就是休了你的女儿啊。懂了没有？什么？要我写休书啊？休了我的娘子。哎，你休娘子他借给你银子，你不休娘子他不借给你银子啊。我不写。这他不写。好吧，那么失陪了。老员外走好。老员外当心。宋老员外。我说，以前你跟你老丈人借过钱没有？借过，借过多次。还过吗？一次也没有还。哎，有道是这好借好还，他再借不难。你光借不还，谁肯再借？哎，姑爷，姑爷，姑爷，这是老奴的一点心意。你带回家去与小姐一同使用吧。不是银子我不要啊。我要。多谢老人家啊。Thank you.
123，过来啊。纵有山珍海味，哪有胃口食用？你不吃？我吃了啊。味道好，好。银子，我要银子，赎回我的娘子。银子。银子。银子。我说姚二山，这铜板倒是有点恻隐之心啊，你一喊要赎娘子，他就拼命往外蹦，他是看你可怜。拿去赎你的娘子吧。师父，我已心如刀绞，你还要取笑我？你不要。一枚罗汉钱岂能赎回我的娘子？你呀，你是有眼不识宝啊。这枚铜钱它可不同凡响啊，它是用罗汉的金身熔铸而成的。擦去铜锈，佛光照，脱胎换骨变成宝，金不换，银不换，其中奥妙真不少。师父，你在看什么？罗汉钱里照一照，人生沉浮知多少，悲欢离合一幕幕，今生来世都知道。师父，让我看一看。宝贝到了你手里也会变成草。师父，那你拿着我看。真想看？想看。好，那就给你看看。罗汉钱里看世界，看亲热，看恩爱，隆冬也有三春暖。Thank you.
罗汉千里看世界，看沉浮，看变迁，三春也有腊月寒。啊！娘子，我不是人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呀！师父，把铜钱还给我，我要赎回娘子。哎，刚才给你你不要，现在想要？哎，和尚我不给了。哎。这叫世上没有后悔药，这本来是我的，你的，是我给你的。你给了我们，那就是我的呀，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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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铜钱它可是认人的，你到那边去，咱们让它滚，滚到你那儿算你的，滚回我和尚手里算我和尚的。怎么样？好，师傅。哎，你站这儿啊！哎，一二三，我滚了啊！哎。哎呀！罗汉钱，罗汉钱，罗汉的钱，不是你的，是我和尚的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把铜钱借给我，只要能赎回娘子，我愿为师傅当牛做马。不借，想要？咱们赌，赌！哎，你要赢了，罗汉钱拿去；你要输了呢，和尚我什么也不要。这叫什么赌啊？这叫菩萨赌。菩萨赌？哎，我也不赌了。不赌了？我再也不赌了。给你一条路，你还不走？这是条断头路，我再也不走了。哈哈，好，姚二山，师父，跟我走，前面带路。哎。小姐，这是我家老爷给你的。娘子，我来给你戴上。我家夫君说了，输人不输身。
哎呀，他对你这样无情无义，你还想着他？他会痛改前非，来赎回我的。输了人就输了肾，你是我的了。哎哎，放下，放下。是你们俩来干什么？赎娘子。哼，银子呢？no， 作价1000两。这值1000两纹银。岂止千两啊，这是无价之宝啊。这是无价之宝。哎，罗汉千里看世界，你想看什么它就有什么啊。我想看仙女，有吗？哎呀，有。来，过来呀，想看什么有什么，看呐，看呐。再让我看看，再让我看看。可值1000两？值，值。能不能赎娘子？啊，和尚啊，咱们赌。赌？对，我赢了，这宝贝归我。嗯，你赢了，娘子你拿去。啊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行，请。请。师父，当心上当啊。上了当才知有。不上当还以为无当可上呢。啊，和尚啊，你先治。哎，和尚，我酒肉穿肠过，这头子嘛不沾边呐。哎，那怎么赌啊？你自己治啊。嗯，你要是支出4、5、6，这宝钱嘛归你啊。哎，你要是支出123，那娘子还他。啊，和尚，此话当真？哎，和尚，我绝无戏言。啊，
1, 2, 3。哎，师傅赢了，赢不对，这不能算，哎，这不能算，这不能算，输了还不算，你还我娘子，当然不能算了，你看这个，这当然不能算了，这不算就不算，哎，就是嘛，这别着急，再掷一次，如何？哎，1, 2, 3，你又输了！不算不算不算，怎么？哎，你想赖？哎，这落地不算，你懂不懂？你想赖皮呀？你懂不懂？你这不能算皮呢，你这不能算，这不能算，不算，不算。和尚，我换一副头子，行不行？随你的便。师傅，师傅，不能让他换。哎，这回算不算？绝不反悔。我佛慈悲，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啊，好，这回你可不能赖。还我娘子！娘子！娘子！和尚，再赌，用我的银子赌你的宝钱。你还要赌？赌！你自己跟自己赌吧。哎呦！赌宝钱，赌，赌啊！和尚，赌宝钱，赌宝钱，赌，赌啊！多谢师父指点。三声锣响，原来今天是乡试之日，济公也想去考个举人当当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，沿街卖秀才。